我玩搶公時嘅11:19。啊！時間就係2022年1月23號星期六，即係今日亦都係比較凍，即係佢而家先係9度啫。即係呢個寒冷天氣係真係會持續到下個星期日。即係話又忍多一排凍啦，即係雪上加霜，又乾燥又凍啦。我最憎冬天咧，其實上個原因就因為成日都好凍咧，又要著咁多衫，唔著唔得，唔著就病。因為流感高峰期，知唔知累死咗幾多人啊？好多人都死咗啊！咁令到呢個流感。所以我次次翻差，我成日見到好多人都冇翻，所以話著多啲衫就係咁嘅意思佢。即係聽日就係呢個賣期，唔係我賣期，係之前43號冇去賣期嗰啲人賣期。不過我哋嗰班得三個未買期，係聽日先買嘅啫。即係聽日咧，睇下我幫襯下先。聽日啊，即係佢哋手就同我哋一樣咧。即係佢話7點起身，咩買期買11點，其實你可以咧遲啲起身。因為正規嚟講，老師都唔會知道我哋喺邊，唔會知道我哋都喺邊度買期嘅。預期咁你遲啲起身都得㗎。但係嗰日，第二日凍熱，一定要注意保暖啦。又唔可以著街衫喎，一定要著校服，甚至著體育服。真係唔俾。即係話，如果係話，即係之前見到 battery 一有幾個咧，都係開始咗 server 嘅，即係每次一個空檔嘅時間，我就去解槍嘅啫。空檔時間啊，就係一個冇人嘅 server， 然之後解槍，兩個人一齊解槍。因為以往你同啲人一齊射咗個倒亂陣，我俾佢支 call bomb 一夜手槍射爆我頭，然之後射死翻佢兩支，係搞陣。唔知道有冇呢個已經開始咗回合嘅特襲玩咧 ？Battle 一啊，因為如果係咁嘅話咧，我會以 Battle 一嘅特襲取代於 Battle 四嘅特襲，甚至搶攻。其實我玩呢只 game Battle 四都已經其實足足起碼5年啦，唔係5年嘅應該係。其實我玩一隻機係2013年嘅10月幾開始玩嘅，即係到而家都已經4年零幾個月啦。我真係玩咗4年啦，已經由我小六玩到而家啦。我覺得原來咧 ，Battle 一自己玩其實係一個好享受，可以話一個。
啊，即係你即係話頭髮長，你就會剪個頭髮。我想同你講，其實我尤其係我作嘅呢句，剪頭髮是一種恥辱。啲咩恥辱啊？意思係話，如果你話你長頭髮比較靚仔，但係相反你剪頭髮之後唔靚仔咁樣嘅話，你就會對自己嘅形象有啲失望，同埋冇咗尊嚴啊，失去咗自信心啊。即係其實就係剪頭髮對嚟講冇咩好處。你剪頭髮之後又會長翻嘅剪條毛，我覺得你都係唔好剪比較好啲。即係雖然老師冇查過，冇咩事嘅，但係唔好剪啦。你剪完之後，第二日咪又要再剪過。你而家又唔好剪。即係我著嗰件街呢個街褸咧，翻學。即係咁啱，即係喺今日，即係份老師，即係有入對翻學校啦。佢啊望咗件褸，跟住冇嘢啦。我件褸真係 pass 咗，我件褸真係合格嘅，因為我件褸就係黑色。總言之，個規定就係唔俾，一定要只可以著寶藍色，甚至係呢件黑色嘅褸，唔可以著灰色，亦都唔可以著其他色，唔可以著綠色啊。紅色啊，呢啲都唔俾啊！但係點解仍然有啲人著嘅？白色都有人著。跟住有好多人都俾人記名，基本上。即係唔好同我講你著啲緊啦，係咪冇錢買？你又話你仲未買，其實呢個廢話嚟嘅。即係咁，如果點解你會遲到啊？嚇、啊，因為嗰班輕鐵咧延誤啊。跟住心諗，其實你遲到唔係因為架車係關你事嘅，因為架車唔會聽你控制啊嘛，唔會淨係等你一個就話你上車快啲啊！啲輕鐵延誤係正常嘅，喺繁忙時間，最緊要就係睇你有冇早啲出門口嘅。我就翻學見到廿八樓一個人咧，即係中學生，佢翻呢個伊利沙伯舊生活中學嘅。喺7:13嗰時見到佢出完門口之後，即刻就跑翻學校。咁我想問，點解你唔一開始早啲出門口咧？明明都見到你跑學校，唔識得時間嘅運用。我就覺得化學科是一個比較難啲嘅一個科目。而家有個新嘅法規定咧，佢就話喺星期二、星期三，佢會喺放學時間去揾啲人補課。呢啲人就即係佢又肯讀一書，但係相反個實力就發揮唔到。即係你，如果你咁樣，好大機會有我份嘅。我唔想去補課嘅。你知啦，仲要翻到星期二、星期三喎，仲要每日嘅星期二、星期三，每個禮拜。雖然話呢個 last 嘅禮拜啫，即係呢個過完一個禮拜，最後一個禮拜，然之後放假啦。總言之咧，唯獨是喺呢幾日裏邊，我最期待嘅就係快啲聯翻啦。因為佢寒冷遲咗幾日，其實遲咗到2月10號啊，即係話而家仲有8日啊，仲有即係話仲捱多一個禮拜啊。頂！即係話咧，有即係話我喺2018年嘅10月31號要知啦，每年都會講翻城裏面發生嗰啲咩事，我就會記翻呢件事嘅。就係、是、喺1至2月為期14日嘅寒流，即係1月已經好多，即係1月其實好多嘢發生咗嘅，分別就係有好多人感染，有好多細路仔感染二型流感，即係死亡，同埋一個5歲嘅小童，即係被虐待，然之後就死咗，好多，跟住就話喺灣仔4日內2度發現致死炸彈。
跟住拆彈都要好安全，即係呢啲好啲，呢啲好都係發生基本上。我最想就係亂翻啊！即係成，即係12月11日就係呢個家長日，我真係唔想睇到自己成績嘅。我好似第20，仆街！不過咧，2月14日可以話你可以淡忘呢個日子嘅，因為2月14日就係呢個 Valentine。最惡夢嘅 Valentine 咪情人節啊！不如你忘記呢個節日佢啦，食回家係屎好冇？